上天赋予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想象力，它让人类突破空间的限制，战胜肉体的脆弱，它让我们从一个渺小的物种变成了星球上最浪漫、最宏大、最奇特的存在。精卫填海的执着，夸父逐日的勇敢，女娲补天的奉献，这些孩提时期听过的奇幻故事萦绕脑海，成为长大以后精神文明的延续。他们在历史中传递演进，让勤劳朴实的农耕民族也充满想象，在时间的长河里沉淀为这片土地的一抹亮色。而现在岁月流转，神话照进现实，文明融进科技，那些美好的文化瑰宝有了新的载体。鸿蒙系统开辟鸿蒙，奔赴山海，鲲鹏展翼，积水千里，扶摇直上，昆仑玻璃，巍巍昆仑，顶天立地，玄武架构，八荒五纵，磐石无垠。这些振奋人心的名字从书本中走来，穿越时空，栩栩如生，出现在你我眼前。